大家好，今日系二零二一年嘅六月二十七日。嗱，我講過好多次啦，整套咧自由、民主、平等、博愛、普世價值嘅基礎假設咧，就係相信人性係醜惡嘅，人性係自私自利、貪婪腐化嘅。權力咧，尤其是會令人腐化喎。啊，因為咧，我哋人性既然係咁樣，我哋越擁有權力嘅時期咧，又越冇約束啦，越冇約束啊，越貪婪、越自私、越腐化。啊，絕對嘅權力就使人絕對嘅腐化。 呢個用咗幾千年啦，人類嘅文明史咧已經證明咗呢樣嘢啦。正正係因為咁樣啦，所以我哋就要有嘢制衡啦，啊有選舉制度啦，有新聞自由啦，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啊現代嘅法治等等等等，仲有憲法啊去約制咧人性嘅貪婪、自私同埋腐化。誒、呃、咁，但係喺古代啊，古代咧可以約制到人性腐化嘅嘢咧就好少嘅。咁所以咧唔同嘅地方。 古今中外咧，都係用宗教去約制嘅。中國古代有所謂嘅誒神權啦、天命啦，啊而呢個西方咧有基督教啦。咁但係咧，往往咧就會出現咗有權力嘅人又變成腐化啦。咁所以咧，古代嘅天主教咧、基督教咧就變成咗相當腐化。如果大家有去過咧梵蒂岡，有去過呢個嘅誒法國有個地方啊，叫做阿維昂。阿維昂裏邊咧有教皇嘅城堡啊。 金碧輝煌啊，窮奢極侈，所以你見到咧，宗教咧就成為咗腐化對象啦。咁好啦，喺西方嘅歷史咧，去到誒近代，西方咧由於科學嘅興起，咁啊令到咧殖民主義咧個順之而發展咗啊。因為西方人咧就認為自己掌握咗文明、真理、道路、唯一，咁啊佢哋咧就意圖咧將佢哋嘅知識、佢哋嘅宗教、佢哋嘅信仰。 啊，就帶到去世界各地，就變成咗殖民主義啦。大航海嘅時代，誒咁啊近嘅就去到非洲殖民啦，遠嘅就去到咧呢個嘅澳洲啊、新西蘭啊、南美洲、北美洲、亞洲呢啲地方殖民。咁啊殖民嘅同時咧，就出現咗好多殘忍嘅事情出現咗啦。咁啊譬如話去到澳洲啊，當時咧佢哋西方人啊，尤其是英國人啊，去到澳洲咧，佢哋認為澳洲嘅土著係落後喎。 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想辦法要教化啲土著，嚇咁就興建咗好多學校啦，興建咗咧好多嘅誒設施啦，就俾嗰啲土著去住，強迫佢哋咧骨肉分離，嚇俾嗰啲小朋友咧要同啲父母咧係分離，甚至乎咧由白人嘅家庭收養。咁所以呢啲咧就係所謂白人中心主義，其實背後啊就係代表咗認為咧自己係文明嘅高人一等嘅，要去教化人哋。 咁啊好啦，最近咧加拿大咧就爆出咗好多關於咧對原住民有文化種族滅絕嘅新聞喎。嗱，其實呢個新聞咧都係大家都係好了解嘅啦，因為原住民啊先至係南美洲、北美洲嘅主人嚟噶嘛，佢喺度居住咗數以千年計噶嘛。咁但係去到近代啊，呢個嘅西方嘅白人啦就去咗美洲度發展啊，喺美洲度咧開拓，開拓嘅時期一定係造成咗。 衝突㗎，因為你哋係外來者、侵略者，咁本地人梗係會反抗㗎嘛，所以反抗嘅過程裏邊咧就出現咗咧係好多嘅屠殺、殘殺事件，呢、這個係此其一，此其二啦。當白人咧以絕對嘅武力，係用絕對嘅文明嘅姿態咧，就統治咗美洲之後咧，咁佢哋就需要同啲誒白人同埋有色人種，包括呢個嘅美洲原住民啦，包括咧佢哋帶嚟嘅非洲黑奴啦。 去相處喎，咁但係咧，美洲嘅土地就好大，白人嘅人數就好少喎，咁而佢哋同歐洲唔同啊，歐洲已經係白人主導咗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需要依賴啲黑奴啦作為絕對嘅勞動力，啊咁所以佢哋就係有速奴嘅習慣，而呢個速奴嘅文化習慣咧，又更加鞏固咗白人至上，呢個同佢嘅經濟形式咧有關係㗎，因為歐洲咧唔需要咁多奴隸啊，啊歐洲嘅農業咧以小莊園為主。 但係美洲咧就以大農莊為主，大農莊嘅更加需要咧係大量嘅勞動力。咁而白人嘅勞動力係本身唔夠，就需要黑奴。而對於呢個嘅美洲原住民咧，嗱咁啊好多嘅內地嘅資料嗰啲咧係誤導嘅。咁佢哋就話咧屠殺咗數以千萬計嘅美洲原住民。咁而家我哋睇好多歷史考證記載咧，見到掘出嚟嘅每一次嘅大型嘅所謂戰事咧，涉及到美洲原住民都係幾百句。 幾百句，咁可能加埋咧以萬計、數十萬計都唔出奇。咁但係咧，你話美洲成千上萬嘅原住民咧，佢哋大部分咧係死於天花嘅，有百分之九十喺呢個嘅美洲侵略史裏嘅過程咧，致命而死嘅美洲原住民咧，百分之九十咧係死於天花。當然啦，天花就是因為佢哋喺歐洲帶過去啦。你話佢係間接死亡，我不殺白人，白人因我而死呢種講法係啱嘅。 咁但係咧，你話如果佢哋直接導致死亡咧，就係、是、冇可能咧去到上千萬人口咁計。咁、這、呢個咧喺學術界咧已經有普遍嘅認知啦。譬如話有一本書啊，槍桿炮。咁呢本書咧就已經經典出版咗數十年，已經裏面咧有詳細嘅記載同考證嘅。咁好啦，最近咧喺聯合國啊、呃，中國、白俄羅斯、委內瑞拉、朝鮮、俄羅斯、古巴呢啲國家咧就聯署啊，就要譴責。 同埋咧喺人權事務委員會裏面，咧，要求啊係調查加拿大咧有好多關於侵害、侵犯原住民人權嘅新聞。咁而家咧到咗好多嘢都公開承认咗啦。喺加拿大咧，喺好多嘅學校裏面，咧係發掘咗一啲兒童嘅屍骸，而高達咧有一間學校咧係七百五十一具屍骸係冇呢個嘅墓碑嘅。咁即係嗰啲人咧係原住民學校。 而嗰啲人咧係無端死咗，都冇人去處理，冇人去知，就咁啊埋咗喺亂葬崗裏邊。咁啊，而不斷咁掘出嚟。而家最新嘅一間咧有二百幾具呢啲屍體。咁啊，所以加起上嚟咧，可能真係數以千計萬計都唔出奇。呢、這個就係種族分隔政策咧導致嘅結果嚟噶。因為佢哋覺得咧原住民咧係需要被教化嘅。咁啊，原住民咧佢哋信嘅係一啲民間嘅宗教。 所以西方白人嘅侵略者咧，佢哋就系同教会一齐咧兴建咗好多嘅教会学校。呢啲教会学校咧就希望咧系用高等嘅文明，佢哋系神派遣嘅人去教化一啲嘅原住民。咁喺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甚至乎咧墨西哥西属嘅一啲嘅诶殖民地咧，其实都好普遍系出现咗呢样嘢。呢个系大家直认不讳噶啦。 其實種族分隔政策啊，大家都好了解啦。去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啊，馬丁路德金嘅時期，仲要爭取廢除美國嘅種族分隔政策，就係廢除咧呢個黑人同白人咧係唔能夠喺同一間餐廳共進午膳晚餐啦。啊，搭車坐位嘅時候咧，黑人咧要坐喺後面，啦，白人要坐前邊啦。啊，啲大學咧就分黑人嘅大學同白人嘅大學啦。呢啲種族分隔政策喺上個世紀，只不過距離我哋而家咧。 係五六十年啦，所以好多人咧細個嘅時期啊，喺美國咧，佢哋嘅原住民或者係黑人咧，都係經歷過呢啲種族分隔政策。咁當然啦，誒，自從六十年代黑人嘅民民權運動，令到黑人嘅地位抬頭。咁而咧呢個嘅有色人種啦，啊，即係呢個嘅印第安人啦，其嘅印第安人呢個詞咧，係都係一個誒殖民主義嘅心態嘅詞眼嚟嘅，所以我哋盡量叫翻做美洲原住民啦。 點解咧？因為印第安人咧係誒歐洲人以為自己環球航行，因為哥倫布本身咧希望環球航行啦。誒，佢哋從書本上嘅知識了解，哇，原來可以環球航行去到印度喎。因為當時咧喺土耳其就係由鄂圖曼帝國咧控制咗，所以令到啊整個歐洲同埋咧印度中國嘅即係傳統嘅絲綢之路呢條道路咧係難以成行嘅。 所以當時歐洲人咧就希望去印度、去中國做生意，啊，然後有啲人咧就諗到用環球航行嘅方法啦，因為歐洲嘅科學革命令到大家知道咧，原來地球圓嘅嘛，咁所以佢去到南美洲、北美洲嘅時期，佢哋以為咧已經自己去到印度啦，所以咧就叫佢哋 Indian，in d i a n i n d i a n 即以為係印度人嚟嘅，咁所以呢個印第安呢個名詞咧本身就充滿住殖民意識，啊，充滿住呢個白人至上嘅意識，咁而家咧。 诶，就發現咗，喂，喺美洲咧做咗好多惡名昭彰嘅事情啊！咁所以美國、加拿大啊呢啲咧左派嘅知識分子咧，過去啊嗰幾十年啊，由七十年代開始，呢個黑人民權運動之後開始啦，就係提倡咗咧要轉型正義啊嘛，要提倡咗咧佢哋要平權啊嘛，提倡咗咧白人應該要反思。咁所以啊，之前嗰幾日咧，我有講過啦，呢個著名嘅脱北者。 啊！最美麗嘅脱北者呢個朴賢美咧，佢就話：哇！喺美國嘅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嘅時期，佢發覺每一個課堂咧，啲老師都係教緊佢白人咧係罪惡嘅根源嚟喎，白人係邪惡嘅喎，啊，甚至乎咧，閱讀一啲嘅白人嘅作家就俾人話洗腦喎，俾人話灌輸緊殖民主義喎，咁所以喺美國加拿大咧，其實喺七十年代以後咧，有個深切嘅反省嘅，而不時啊。 啲左派咧，亦都會執政啦。美國嘅民主黨而家執政緊啦。加拿大嘅道魯多，小道魯多，亦都係著名嘅左派。咁所以呢啲左派嘅人咧，又會主張道歉啊、反思啊，讓呢啲黑人或者係誒有色人種本地嘅原住民啊有特權。喺美國咧，有好多賭場咧都係由呢啲誒原住民咧係經營嘅，而呢啲經營嘅牌照咧都係一個誒補償嘅性質喺裏邊。咁所以咧，美國。 加拿大嘅左派興起，其實就係一種慚愧嘅啊思潮底下咧出現咗一個文化嚟。咁但係呢個世界有物極必反啦，係嘛？因為左派反思得太犀利，白人又覺得喂自己嘅地位咧又被壓落嚟，永遠要背住原罪，永遠要背住咧誒對唔住黑人，對唔住本地民。所以與此同時咧，美國。 加拿大嘅右派咧，亦都興起，而右派裏邊咧，有一啲咧係極右主義啦，啊，認為咧白人至上啊，plow boy 啊嗰啲咧團體咧，亦都係大行其道，亦都有市場嘅，咁所以社會咧就走向咗兩極化。但係呢兩極咧，中間仍然維持到一種平衡。相反啦，喺聯合國咧，今次提出要追查呢個加拿大啊侵犯人權事件咧，當然我認為應該要追查啦，嗰啲國家包括咧朝鮮啊、古巴啊。 啊，委內瑞拉啊，白俄羅斯啊，俄羅斯咧，呢啲就惡名昭彰噶啦。因為喺加拿大咧，今次咧掘出呢啲屍體嘅人咧，佢哋唔會受到追究啊。嗱，如果可能，政府會針對佢都唔出奇啊。咁但系咧喺民間好多個團體，相信都會協助佢。啊，國際勢力可能會介入喎。咁所以喺加拿大發掘真相嘅人咧，佢哋冇被失蹤，冇被約談噶。啊，即使被約談，咁佢哋都會咧有強大嘅勢力咧加以對抗嘅。 咁相反啦，喺頭先提出嗰啲人權嘅國家裏邊咧，喂，凡係提出問題嘅人咧，佢哋就會被解決咗問題噶啦。啊，咁所以呢啲咧係一個相映成序嘅。與此同時咧，最後一點咧就係加拿大咧，杜好多政府咧，為要求天主教要道歉喎，因為嗰啲學校係天主教管理噶嘛。而天主教管理呢啲學校喺過去嗰幾百年嘅殖民歷史裏邊咧，已經是惡名昭彰噶啦。咁啊，包括裏邊咧有啲人咧出咗嚟指證啦，啲神父啦係對佢哋有即係侵犯啦。 誒咁呢啲侵犯嘅事件咧，其實喺全世界都無日無之咁發生嘅，啊，侵犯呢個嘅男孩女孩一樣都有。咁而呢個嘅種族分隔啦，全部都係由誒教會咧去具體執行嘅。而更重要嘅就係咧，嗰啲屍體嘅埋埋葬咧，喂點解會導致佢致死啊？咁呢啲都係教會嘅學校嘅管理。咁所以咧，教宗咧啊係有呢個嘅責任咧出嚟道歉嘅。所以多到老多就要求教宗出嚟道歉啦。 但系教会咧，至今咧迟迟咧都未有发声，呢个亦都证明咧有权力嘅人咧，啊，佢哋往往咧即系逃避责任啊，呢个卸责唔去面对问题啦，亦都系屡见不鲜嘅。咁所以要有民间啊或者各方面嘅力量去同佢平衡啦，否则嘅话咧就只会腐败落去。咁所以咧有啲人咧意图就利用加拿大呢件事件去攻击白人主义嘅恶心啊啊呢个嘅西方人对人权嘅侵犯啊。 咁呢個就係一開始我所講啦。凡係有權力嘅人咧，都會做呢啲欺凌嘅事情。所以關鍵就係咧，我哋要平衡世界，唔會消滅咗呢啲嘢嘅，只能夠係平衡到呢啲嘢嘅啫。咁啊，今日咧星期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咧係支持啦，like、subscribe、share、轉載我嘅片俾兩三個朋友睇，好嘛？咁啊，同埋支持我收費平台 Patreon，Patreon 裏面有好多獨家嘅資料，咁亦都有年費有優惠嘅。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啦。拜拜。